敬拜赞美先来开始。在我们敬拜赞美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位都预备好我们的心，请安静。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要将最好的来献给我们的神。阿们。对你旁边的说，我要将最好的献给我的神。我要将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，那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，我们全心全人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阿们。在今天早晨也求神能够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口，让我们众口都来赞美他。阿们。因为我们的神他配得一切的称颂，他配得一切的赞美。阿们。我们在今天早晨，我们要对主说，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。阿们。啊，对主说，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起来，我们欢喜快乐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Thank you.
感谢神。主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不必不知缺乏。你是我们每一个人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在可安歇的树荫。
在你面中。我们一起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缺乏。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，我们有高山，有低谷，有疾病，有眼泪，有缺乏，有困顿，但我主从来没有离弃我们。他用他的肝，他的杖来安慰，来引领，来匡正。今天早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感受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把这首诗歌带给我们安慰之外，更带给我们力量。求神今天来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在任何环境当中，我们相信主你必为我们来征战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筵席。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为我们教会今天举行的拍卖会来祷告。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因被主的爱所感动，他们奉献珍宝在主的面前来，单单为了主你自己心得满足。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的这个拍卖会结果如何，神你必悦纳我们这样弟兄姐妹的心。求主你的祝福来带领我们，在福音教会的建堂来祷告。我们建堂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，我们要筹款，我们要选择建商，我求圣灵主要与我们的同工同在，让我们不但有智慧有聪明，更有谋略。然后在建堂过程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一步一步引领，直到新堂建成为止。今天早晨也为我们当中一些生病的，一些缺乏的啊，一些心里面有愁苦的，求主今天早晨就带来安慰，带来医治，也带来改变。我们相信主啊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何等的重要，你永远坐在我们生命宝座上边，不曾来改变。今天早晨，我们就求我们荣耀的主，与每位弟兄姐妹生命紧密的相连，说你的宝血厚厚遮盖这个地方。然后今天早晨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被你安慰，我们的罪被你洗净，让我们单单来跟随你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